1935年初，一列由广州开往南京的火车上，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日耳曼军官，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法肯豪森。途中，他一直凝视着窗外，回想着他35年前首次踏上中国土地时的情景。那是1900年的夏天，北京城硝烟弥漫，由美日俄德等组成的八国联军陆续占领北京。当时的他年仅22岁，作为一名德国少尉，参与了八国联军的侵华行动。一年前机缘凑巧，他再次来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成绩斐然。而此行前往南京，正是受到蒋介石之邀，一份新的任命正在等待着他。正是这份任命，使得未来的4年，他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寇入侵，国内局势危如累卵，临危受命，新上任的德国军事顾问有何破敌良策？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一封密电揭露怎样不为人知的中德外交秘史？蒋介石、希特勒，二战两大对立阵营的风云人物，相识初期关系怎样扑朔迷离？1935年5月，一封封加急电报接连落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看完电报的蒋介石不由得怒火中烧，此时此刻他正急切地盼望着一个人的到来。不多时，他的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如约而至。两人闭门交谈了许久之后，蒋介石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番豪言壮语：将顾问拟定之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10年之内必可学此尺乎？那么究竟是谁触怒了蒋介石，让他发如此雷霆之怒呢？法肯豪森的到来又解了他怎样的燃眉之急呢？918事变不到3年，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已经不能满足区区东北3省，很快继续向关内挑衅，迅速占领热河。这时的蒋介石不得不妥协于日方，于1933年5月派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签订了一份协议，史称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芦台连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威武装区，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1935年5月29日，日本侵略军为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指责中方破坏塘沽协定，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且派遣关东军越过长城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武力恫吓。当时蒋介石呢对华北呢他是丧失信心的，他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华北呢就是日本对中国呢财神的政策，这个咄咄逼人。第二个呢，就是华北的部队呢，就是不太听从呢这个国民党那个蒋介石的指挥，比如说山东的韩复榘啦、河北的尚令啦、宋哲元啦，这人呢心里都小九九，都有小算盘的。他指挥的不，更不用说山西的阎锡山了。这个蒋介石对他们信心不大。这个法肯豪森将来要坚决抵抗日本，日本呢对中国采取蚕食的政策，而且呢他警告国民政府，如果呢不抵抗日本，就是国民政府将来要失去民心。面对日本的一再挑衅，蒋介石这才幡然醒悟，停战讲和只是一场美梦，日本只是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陆股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企图一口一口啃食掉中国。那么法肯豪森究竟是何方神圣，又有什么通天的本事，与蒋介石一番详谈就能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必可雪耻这样的字句？法肯豪森于1878年出生于德国的一个贵族家庭，19岁军校毕业以后，就到德军第91军团任陆军少尉，曾任
德驻日使馆武官，对日本和东方文化都很熟悉。1927年开始担任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校长，随后从军中退休。纳粹党曾邀请其入党，并允诺给他一高级职务，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由于法肯豪森有着良好的军事背景，又深受塞克特的欣赏和信赖，塞克特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以后，力邀法肯豪森担任了顾问团的参谋长，把顾问团的具体工作都委托给了他。1935年，塞克特因病返德，法肯豪森理所当然地继任了总顾问一职，成为了第五任在华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呢，他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国情了解的多一些。他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他随瓦德西呢到过北京，他对中国的这个情况了解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法肯豪森以后呢，又当过驻日本大使馆的武官，对日本的这个国情、对日本的这个战略、政略了解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法肯豪森呢，对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呢占领德国的领地青岛耿耿于怀。因此呢，他在这个为蒋介石服务的时候呢，来了以后，他首先提出对日本的问题。正当华北局势危急，法肯豪森受命于危难之时，此时与蒋介石一番详谈，听得蒋介石频频点头。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侵华日军，法肯豪森又有什么良策能对抗外敌呢？法肯豪森呢，就是说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找到一个战略的大后方。蒋介石说，中国各地我派人跟着你，你去考察，你觉得哪个地方适合作为大后方，你把这个方案报给我。然后呢，当时的军政部呢，下边有一个叫全叙部，就是专门提拔这个军人的这么一个部。这个部长呢叫钱卓伦，钱卓伦就陪着法肯豪森坐了一个小火轮，顺着长江而上，过了武汉，过了宜昌，法肯豪森就看出来，哎，觉得有点意思。再往里边走，过了三峡，到了夔门，他再一看，进了夔门以后，法肯豪森他就说，中国的战略大后方有了，就应该定在四川。法肯豪森这时不仅指出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的前景，而且指出了开辟西南外运交通线以获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接下来的三个月，法肯豪森闭门不出，不顾南京夏天入暑如蒸的天气，终日挥汗如雨，终于在1935年8月20日完成了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事实证明，法肯豪森的建议书有着惊人的预见性和准确性。他敦促蒋介石对日本进攻实行积极的抵抗政策，称华北事件是蒋介石当局一味退让的结果，不要存在等待国际组织制止日本侵华的幻想，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尔拔刀相助。法肯豪森就跟他提出来，就是说中国和日本要开战，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因为都是日本人在北边嘛，他从东北打到华北，顺着平安线打到郑州，打到武汉，这样的话你中国就被日本呢一切两断。很快呢，日本才从海上，这边从海上，这边呢从这个平安线就包围过来，把中国的军队呢压迫在东方，很可能呢就是一举就给你消灭了，这样就完了。
巴肯豪森的这份报告预测了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同时他也提出了非常详细的中国方面的作战方案。为避免日军沿长江将中国一分为二，1935年冬，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到南京之间修筑一条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新登堡防线。这项任务等于帮助国民政府建筑起了一道保护南京的小型长城，这自然要交予一个既值得信赖又有能力的人来完成。巴肯豪森对此事也颇为谨慎，几次和蒋介石研究讨论，最终二人商议决定将这一秘密的重任交予在128淞沪抗战中的中国第五军军长张之洞。在128淞沪之战中呢，张之洞率领着全副武装的87、88师与日军激战于上海庙行、浏河等地，所以呢，张之洞呢既有丰富的对日作战经验，又熟悉上海的地理环境，这样的话修筑国防线的负责修筑国防线的最佳人选无疑就是张之洞。因此1935年冬，张之洞受命兼任京沪地区负责长官。张之洞在接到此项任务之后一刻也不敢怠慢，于是他立刻从中央军校中挑选了一批骨干分子，组成了此次修筑国防线的秘密司令部，并经过和巴肯豪森的商议，将司令部移至苏州留远，以便更好地展开工作。巴肯豪森呢，协助这个国民政府啊，修建南京周围移至呢上海附近的工事。在巴肯豪森的这个主持下呢，这个南京的什么雨花台啦、这个松山啦、然后这个镇江炮台啦、蒋宁要塞啦、炮台啦，都进行了修复。而且呢，在这个苏州到釜山，然后呢，从无锡到江阴修了两道防线，都是为了加固呢包围南京的。巴肯豪森最后提出，目前国军所有主力聚集中于南部、西部，凡作战所用部队亦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东部有两市极关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二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在这个巴肯豪森的建议下呢，中国修建了从江西的玉山到南昌，从南昌经过萍乡到株洲，从株洲呢到这个贵阳的900多公里的这个铁路。这个呢，对中国这个中西部的这个交通，对战略后方的这个建设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35年12月22日，蒋介石采纳了巴肯豪森的建议，责令巴肯豪森着手整军备战。于是巴肯豪森首先根据德国重建国防军的经验，帮助蒋介石以全副德式装备训练与装备中国军队，另成立若干炮兵团和装甲旅。通过这次整军，国军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当时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带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兵操作的德国制8.8公分口径的高射炮、德国制7.5公分炮、克鲁伯炮以及其他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中央军的30个师基本实现了装备德式化，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蒋介石曾大为感慨地说道，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战争如此操心，他是真心实意地在为我们着想的。巴肯豪森埋首研究中日战事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德国顾问在中国所肩负的另一个重大使命，即利用中方市场恢复德国战后萧条的经济。他极力督促国民政府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蒋介石对他的建议大为赏识，责成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现代化工业。中德兵工专家于1935年合作拟定了5年军火发展计划，在南京、攻县和汉阳等兵工厂生产和研制德式武器装备。建立这个独立自主的军火工业方面呢，就是在巴肯豪森主持下呢，在株洲建立一个兵工厂。在采购军火方面呢，就是从德国引进了大批的新式武器，比如说1936年的时候，一次从德国买了20吨
这个突出式火炮，而且采购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些呢，中国也不是白买的，而且对这个德国大大有利的，因为中国呢当时缺少外汇，要用实物来进行这个抵押补偿。德国呢又从这个中国呢进口了大量的乌砂，作为补偿。在巴肯豪森的帮助之下，中国国防军已初具规模。本来蒋介石认为这种默契的合作可以一如既往的持续下去，可是没想到在1936年2月的一天，他得到了一份密报，顿时气得火冒三丈，当即向德国方面提出严重交涉，并且下令财政部停止向德国支付炮款。那么这份密报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竟会让蒋介石做出如此的决定呢？局势危如累卵，临危受命，新上任的德国军事顾问有何破敌良策？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一封密电揭露怎样不为人知的中德外交秘史？蒋介石、希特勒，二战两大对立阵营的风云人物，相识初期关系怎样扑朔迷离？原来，就在1936年2月，日本军事代表团在德国国防部的同意下，参观了莱茵钢厂。这本是日本和德国进行的秘密军事外交活动，可是没想到却被一个中国人给发现了。此人正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子，当时任驻德商务参事谭伯宇。他将日本军事代表团的行动一五一十地写成报告，交予蒋介石。因为日本军界政界对蒋介石整军事务和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作用深感不安，他们派出多批的外交人员和代表团访问德国，而此时的莱茵钢厂正在为中国建造抵抗日军的大炮。蒋介石认为这是德国协助了中国的军事机密，所以立即下令拒接支付这笔军事余款。在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之中德外交密档中，收录了1936年2月15日德国国防部长致蒋介石的一封电报，表示日本军官实未尝见及大炮，彼方担保一切军守绝对秘密。而德国迅速澄清自己泄露中国军事机密一事，也是害怕失去庞大的中国市场，这才使蒋介石安下心来，回电表示中国在德制造军器自不应使他国人知悉，近时中国代表顾震等在德接洽，诸城商谈，至为感谢。1936年3月，中国组成了以顾震为团长的代表团，在原赴华军事总顾问塞克特的帮助下，会见了德国总理希特勒，双方进一步磋商了中德易货事宜。德国向中国贷款1亿马克，用以购买军火及设备，中方每年可用2000万马克向德国进口军火及工业设备，以1000万马克的农矿产品偿付德方。德国当时掌握大权的是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当希特勒看到中国是一个如此具有潜力的市场以后，为了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便于1936年5月13日亲自致函蒋介石以示友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自传中曾经描述过他的童年生活，在他贫困潦倒时曾经受到过一家旅居奥地利的中国人家庭的无私帮助，因此他对于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
希特勒曾经承担了参加1936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全部费用。在他执政初期，也正是中德外交的蜜月期，而蒋介石与希特勒这对日后在二战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风云人物，在交往初期也曾有过多年的友好关系。他们不仅函电往来，互致仰慕之情，而且希特勒还赠送蒋介石战刀，以表亲善之意。众所周知，二战期间日德结盟，而中日却是对立国。那么，这三个国家之间有着怎样微妙的关系呢？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其巨著《国家间政治》开篇说道：“国家间的政策是为了利益而争。”无论国际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利益总是最直接的目标。对于德国和希特勒来说，中国的战略原料对纳粹德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此时中日关系并没有十分清晰，希特勒自然愿意保持中立，并适当的对中国表现友善，才能稳住这个庞大的市场。可是日本似乎并不愿意维持这样的局面。1936年11月1日，北平上空灰沙弥漫，到处充斥着隆隆的炮声和日军的呐喊厮杀声。随着一声军号声响起，驻平津地区的日本驻屯军在北平城外开始了大规模的攻防演习。日军这种肆无忌惮的侵略和挑衅的行为，激起了北平的爱国学生、市民和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与抗议，联名要求地方当局和政府做出相应的反应。1936年11月，国民党军队在苏北地区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共有5个经过德国顾问整训的步兵师参加，其中有2个步兵师进行防守，3个师实行攻击。苏北平原上顿时烟尘滚滚，机械化部队反应迅速，步兵冲锋勇猛，防守严密，一切都彰显了新式陆军的训练成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演习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花园口决堤，近1000万人流离失所，如此惨案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又跟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有何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突然撤走德国顾问，中日德三方关系为何风云突变？北京城硝烟弥漫，由美日俄德等组成的8国联军陆续占领北京。当时的他年仅22岁，作为一名德国少尉，参与了8国联军的侵华行动。1年前机缘凑巧，他再次来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成绩斐然。而此行前往南京，正是受到蒋介石之邀，一份新的任命正在等待着他。正是这份任命，使得未来的4年，他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寇入侵，国内局势危如累卵，临危受命，新上任的德国军事顾问有何破敌良策？1935年初，一列由广州开往南京的火车上，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日耳曼军官，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法肯豪森。途中，他一直凝视着窗外，回想着他35年前首次踏上中国土地时的情景。那是1900年的夏天。
舒展开来，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番豪言壮语：将顾问拟定之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必可学此尺乎。那么究竟是谁触怒了蒋介石，让他发如此雷霆之怒呢？巴肯豪森的到来又解了他怎样的燃眉之急呢？九一八事变不到三年，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已经不能满足区区东北三省，很快继续向关内挑衅，迅速占领热河。这时的蒋介石不得不妥协于日方，于1933年五月派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一封密电揭露怎样不为人知的中德外交密史，蒋介石、希特勒，二战两大对立阵营的风云人物，相识初期关系怎样扑朔迷离。1935年五月，一封封加急电报接连落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看完电报的蒋介石不由得怒火中烧，此时此刻他正急切地盼望着一个人的到来。不多时，他的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如约而至，两人闭门交谈了许久之后，蒋介石仅